这么稳吗？我操！能吃一个是一个。这闪现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差点说错。还有助攻可以。这潘森这闪现，说实话不配赢。他可能觉得我有意义。他没闪吧？他应该是没闪的。这不线到塔下了，拿一个就走。你这样搞好亏的呀！这为啥不回家呀？这杰斯竟然是有闪的，完了，我感觉有点崩了。啊！谢谢迅喜的66个小月亮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感觉他这个能发弹幕还能送礼物，好离谱啊。他这样跨国充值是不是可贵了？我绕一下，可以。我的，我第一个 W 空了，我慌了。
You have been slain. 我这把走太多了。 别！他没闪的，他没闪的。这妖姬可能会来抓我。 应该是去抓这个上单去了吧。妖姬人呢？回家了。服装顺序是啥？从现在开始看，看20分钟知道。 应该能少，伤害应该是够，升级了，升级了就不太够了，有孤立就行。他应该推完这波线不会往前站吧。 真吓人！一贼没大吧？一贼没大吧？这版本一贼山还是真离谱。 打潮虫呢，他现在是一个都还没打死，没带打吗？没有带打，应该是插眼。 多少钱啊？700。
走位不错，我当时以为他杰森那个眼插这儿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这边是没眼的。 你是用的 APP 观看的吗？竟然可以送礼物，残血不回家，算了。当然这破车你得试吧，好恶心！我差300。 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别让我逮到这个 Pantheon。 这么喜欢偷？哦，这个是因为这个软件它注册的话，默认是女性的。 想秒我，你可以试一试。算了，我就不跟他周旋了。我好想杀他呀！ 打死你！先锋多久？2分钟了。 我回家这样做，跟其实跟做个幽默没啥区别。 双移步，这个水杯里边的水应该是凉了，你稍微换一下。
有野。喂，我操！二塔得吃。啊！赶紧保护先锋，保护我！啊！什么反应啊？这你能捆到啊？我操！你如果玩游戏的话，是在法国的服务器玩，还是在中国的服务器玩？什么段位啊？你打排位吗？上个16吧，怎么也过呀？那你现在英雄联盟什么段位啊？他最后一个龙魂，我觉得我这波没
没有必要往前冲，等着收割吧，等着收割看能不能操作一下。而且他们好像不会接，他们是不是不想接？大树真的拔拔雨，怎么网易这么多大树？大师和宗师之间，我操！我 Q 错了，那你是看了我的直播之后到的这个段位，还是本身你就是这个段位啊？这阿克上十杠零吗？100 CD 了我。我就随口一说呀，就开个玩笑说的。那人家真办了。别。伤害太高了，我感觉这波都能5连票了。